这帮家伙给我安排了课，就是给我发，就知道了。我其实仔细的看了一下，这几年我就是关在笼子里的。他不让你做任何事情，你媒体采访，他来破坏你家庭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在外面你搞什么，为了养家糊口，他也不允许你做。